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果金啊。今天我们要来拿直播的大礼包啊！这一次直播送了非常多的东西哦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一些东西哦。我的包包有位置吗？每次送东西送超多，送到我包包每次都满出来。我们先来清一下我们的包包，包把它清起来，等一下才有位置放我们的直播奖励。这直播奖励真的是每次都小嘴的，跟大家讲一件事啊，这一次的欧灵25箱，我只开到一张祝福卷啊，几率跟上一次一样，没有变，完全没有变。上一次我也是开到一张祝福卷而已，我这一次也是一张啊，没有变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。大家版本越来越后面，不过几率是没有变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一下吧。第一个符石，王者之巅直播奖励，全部领一领。哦，一大堆一大堆。哦，都抽卡那么多，还剩两个抽卡，怎么没有位置了？这水水，把它按到。来，解除，搞定。啊，这个水水我们全部丢掉。这个也丢掉，还有什么要丢掉的？射炉机留下来，组装射炉机。还有一二，好，就这样，等一下再领其他的。基本上这一次直播奖励就这一些啊，一个符石，一人抽卡，生物抽卡，变身娃娃，神秘抽卡，最高级抽卡。超多的、啊，好，我们先从这个任务抽卡开始哦。这一次也追加了很多新生物哦，这一次改版，来开，再开，还不会有红色的呢？没有，连蓝色的也没有，没关系，这是最低阶的那种抽卡，不要紧。来，接下来变身的部分。有没有蓝色的呢？没有，正常啊。娃娃呢？娃娃有没有蓝色的？好像也没有，没关系。巨人应该有蓝色的吧？没有，巨人里面是没有蓝色的。巨人红色的啊，全白 ，OK 啊，正常值啊。接下来啊，这个祝福水先喝下去。哎，五箱万能药，最高可以开到500瓶哦。我们看这一次再开到多少？50瓶。哎，硬币哎，我们这一次拿这个圣物硬币好了。哦，我的变身币900万，太多了。我们这一次来拿这个圣物币啊，圣物币我现在才2万个。我们来看一次这一次圣物币可以拿到多少个哦？全部选圣物，来最高可以拿50万哦。对。十箱最多的你拿500万真物币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可以拿到几万个？有30万哎，好水哦，30、40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8万而已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拿多少哦，这边统计又有写哦，来统计一下这边，我们拿了48万哦，水哦。最高的你拿500万，我拿到48万，还 OK 啦。来，接下来，这边有一箱哦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开。我们先来开这个神秘的变身抽卡，这应该会有蓝色的吧？没有。来，闪电，闪电，没有嘞。应该有一次吧，还有一次，还是没有，有一个蓝色的是有，蓝色就是我们的目标啊，哇抽卡，有没有蓝色的？没有，蓝色的。
色，蓝色。哇，绿色。哎，蓝色的。哦，好像没有哎。哇，蓝呢？来最高级的娃娃抽卡，这里抽高级的传说哦，紫娃，紫娃 OK 吧？直接紫娃，啊没有，没有闪电啊，哎，蓝娃一张 OK， 来最高级的一个变身抽卡，绿色到紫色 ，Go。色紫色紫色，正面第二个，哇绿色，哇一张蓝色，还 OK。接下来的 N 特别祝福礼包，里面一大堆有的没有的，哎，呜，里面有纸箱、名誉币耶，对哦，这个得转龙斗士哎，来，纸箱最高可以开50万，最高可以最多得拿500万呢、啊，哎，我们看有没有500万。啊，没有，我们只有几万，我不想数了。啊，我们直接来看拿到多少，拿到了19万哦。我们有19万吗？这个有19万吗？好像有吧，应该是有啦。哦、啊，不管啊，我们拿19万，哎、啊、，OK。接下来有这个 Flag Fighting 天堂 N All Gamer 哦。全部的玩家加油！哦，全部的玩家加油！100%拿到这一些哦，技能、硬币，这一些技能枪。哎、欸，他得丢点龙斗士哦。如果你想要玩龙斗士的玩家，你这个得拿点龙斗士来用。啊，不过我现在是王族，我现在是枪手，枪手九枪全开。一人枪，出发！有没有红色的？红色的来一个吧！哎，怎么从下面来呀、啊？来！来！红色的。红色的，哇，全白，哎，变身抽卡，这是白色到红色是不是？对，白色到红色，这个我们就快速抽如果啊，刚刚抽结果不是很好，再来是应该加码中一些比较好抽的吧，这个蓝色的几率很少。目前零蓝，蓝灵王，哎，蓝色，我们的一个期望值已经从红色降低到蓝色了，哎，可惜啊，目标没有达成哦，没有蓝色的，接下来。哎，有点蓝色，碎了，终于有点蓝色的 ，bonus 红利的部分拿到黑长者，打、啊、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没关系，一下硬币哦。硬币，我们这一次也一样选这个圣物啦，我看能不能拼到70万的圣物币了，2万一张红圣物。来，这是1到50万，最高可以待450万，我们得开几个？50、12，所以后面有6个6万，12+6=18万，哎、欸，这边拿18万哎、欸，所以我今天拿了多少？
今天总共拿了66万，哦是哦，差一点点我就可以直接买70万的一个生物了。好，基本上这一些啦，然后还有一些金弓卷，哦，金弓卷看玩家想要哪一种，我再来使用。好，大家这边还有属性强化卷，如果你的武器还没有加5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来强化一下，让你的属性变成5阶。好，那以上这一些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奖励大放纵的一个内容啊，这是全部的奖励啊，1000个这个钻石，记得要把它吃完哦，没有吃的话会让很浪费啊，之前好几次都没有把它吃完，现在赶紧把它下拉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直播啊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这是王者之巅的一个直播奖励抽奖结果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，大家拜拜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，大家拜拜。